Hello， 大家好，迷你世界的颜值担当，也就是我花童又回来了。怎么样，这玩意儿没见过吧？瞧把我们家猪给乐的。想知道这是啥吗？不告诉你们。这是粉红砖块，今天花童我的少女心泛滥，就建造了这么个东东。建造过程可谓是简单枯燥，不过肯定有很多小伙伴不知道。在正式教学之前，还是希望你们给花童一个点赞、关注加转发三连，毕竟你们的支持是花童不断更的动力。就是先弄一个工作台，然后选择白色石块描呗，不喜欢白色用彩虹色也行，工程过大直接给你们省略。描完边之后，再用这个方块复制器隔这个角卡一个，再从上面放一个白色石块，掏出性感的小圈圈，选择一个性感的小色调，对着它就喷一下就完了。你要是感觉不过瘾，多喷几下也行。然后退两步，找个合适的位置，再放一个复制器，以此类推，过程过于繁琐直接跳过。然后这么个雏形就完成了，然后打开你的工作台，发财的小手那么轻轻一点，就完成了。你们学会了没？学会的视频下方扣一，没学会的多看几遍视频。还想看更多新鲜玩意儿的，点下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